今天呢，我们一起学习感情方面的复杂的生词，全都是害羞、尴尬、别扭、耻辱，是吧？区别是很微妙，所以我们今天举个例子一起学习吧。부끄럽다，부끄럽다。如果我喜欢一个男孩子，然后啊，其实啊，我特别喜欢你。这个现在我的这种状态说不끄럽다，不끄럽다，害羞是吧？但是不끄럽다里面还有一个意思，就是我昨天穿衣服穿反了，然后有一个男生跟我说："哎，同学，你穿反了。"那时候我的感觉，这个也是不끄럽다，所以跟中文的害羞不一样吧？两个意思，一个是我喜欢你，一个是懂了吧？这个是부끄럽다，부끄러워。第二个生词，민망하다，민망하다，민망하다也有两个意思。第一，我在麦当劳看过一个情侣，女孩子坐在男孩子的腿上，然后舌吻。那时候我看的有点儿。看一些不好看的东西，看得很尴尬的东西，看得不舒服的、不顺眼的状态。보기 민망하다, 보기 민망하다, 듣기 민망하다, 보기 민망하다. 这样说，如果我在外面看一些女孩子穿很短很短的裙子，屁股都露出来的那种，那时候我特别。哎呦，看得很不顺眼，很不舒服。哎呦，就哎呦，민망하다，보기민망하다。看我的视频的人，千万别穿很短的裙子，然后在男朋友的腿上舌吻啊！我太觉得太啊，太민망하다。还有另一种意思是，我和他在一起了，然后走路的时候。看到那个孩子了，那个孩子是我的前男友，还有这个是现在的男朋友，我们这样见面了。那时候我很迷茫哈达，就中文来说很尴尬，迷茫哈达有两个意思，你们都要记住。我昨天晚上喝了很多很多酒，第二天今天起来以后都想起来了，我说奇奇怪怪的话，我说什么？这样，然后跳舞了，那起来的那种感觉是很민망하다，又有부끄럽다，又有민망하다，是吧？第三个生词，어색하다，어색하다，어색하다等于不自然，不자연스럽다，자연스럽지않다。所以举个例子，저배우연기너무어색해，那个演员演的太어색해，不自然。第二个句子。我天天穿裤子，有一天穿裙子，感觉有点儿就어색해，어색해요，어색하다。天天做某种事儿，但是有一天改了，然后어색하다。第三个句子，我和他是小学朋友，但是我和他10年都没有见过，然后有一天就这么见面，有点不知道说什么。关系很어색하다，어색하다。他和我两个人在一起的那种时间，让我感觉很어색하다。还有他和我的关系也是어색하다，어색하다，어색한관계。下一个生词呢？쪽팔리다，쪽팔리다，쪽팔리다。一般口语化中说쪽팔려，쪽팔려。但是这个呢，就是我们平常跟朋友们说话的时候说的，就绝对不要跟奶奶啊，쪽팔려요，不懂事的感觉，所以，就开玩笑的时候说吧，跟朋友们，特别特别丢脸的意思，就脸色都红了。如果有那种쥐住的地方，구멍，쥐구멍이있으면들어가고싶을정도로丢脸的那种感觉，说쪽팔리다。如果我穿衣服反了，我勇敢的对我喜欢的男孩子说：“我喜欢你。”但是他说：“
啊，不好意思呀，这样的时候，就快了是吧？我走路的时候摔倒了，前面有人看着我，就快了是吧？跟不够了哒，민망하다一样的意思，但是非常非常没有个性的表现。下有生词是창피하다，창피하다，因为没有面子，所以不想告诉其他人。例如说，我跟我的弟弟吵架了，我都23岁跟弟弟吵架，那我妈会骂我，너이나이먹고창피하지도않니？너이나이먹고창피하지도않니？창피하다这样用，如果爸爸妈妈吵架，然后爸爸妈妈你们能不能不吵架呀？这时候妈妈爸爸的感觉是，애들보기에창피하다，애들보기에창피하다，애들보기에창피하다这样说。下一个生词수치스럽다，从这个生词呢，准备 topic 5级的话要知道，但是。没有的话不用背了。수치스럽다的意思是看别人有点困难，自己觉得不太正当的感觉。所以很多明星做犯规的事儿，然后说啊，我做那种犯罪，自己特别수치스럽다。내가이런일을하다니너무수치스럽다。或者说내가이런일을당하다니너무수치스럽다。做、被做都可以说的。치욕스럽다，치욕스럽다是最难的生词，跟수치스럽다很像很像。日本占领的时候，很多小女孩치욕스러운일을당하다，수치스러운일을당하다这样说。但是如果我做错事儿，然后我后来说啊，我做这件事儿好치욕스럽다，一般不这么说。如果你们要写作的话，我推荐你们还是用수치스럽다，因为수치스럽다的话都可以的。今天我准备的视频到这里，如果有问题的话评论一下，没有的话我们在下一个视频见面吧。